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BD 的 DJ。目前为止，我接触了舞蹈有15年。这15年间，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接触节目，参加选秀，开始接触了编舞这个系统。在我的风格里面，我融入了之前我学过的 popping、locking、breaking， 甚至 body trick 一些 tutting 的技巧。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，它是无界限的、无风格的。比如说我 popping 的一个正点，在别的舞风、在别的 style 里面，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呈现方式，但它有可能都是同一个元素。这次呢，我编了张艺兴的《飞天》，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国风的音乐，所以我想说带给大家一首不一样的中文歌。在我的编舞风格里面，我会融入了 popping 的一些停点，然后还有一些 tutting， 然后一些 slow motion waving， 那甚至还有一些别的舞风，比如说 contemporary 一些当代舞。我希望我的风格的编舞能够带给你们有更不同的对于身体上的认识，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到来陪我一起飞天。